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BBK 的主席温丽珊男讲解 BBK 如何与当地政党合作啦。为了探索意图要在将来将要来临的大选呢做好准备啦。希望在合作跟本土政党合作系啊可以操作的计划赢得席位是可行性哦。很多人呢误解政治上的合作跟联盟，其实呢这个术语呢是可以互相可以互换的，他们之间有重叠的意思了，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方面是类似的，就是要通过相互合作才有机会赢得席位。但是 BBK 仍然保持他的愿景和使命呢，要通过合法跟和平的方式让萨尔月自由和独立。BBK 会同时会尊重其他本土政党他们的使命和政治立场呢，他尽管呢各政党呢思想意识存有分歧，但 BBK 确定本土政党能够在即将来临的大选达到共同立场就是席位的分配互相合作BBK 的这是预测啦，将来联邦选举中不管任何政党不能单独组建联邦政府，如果出现了县府议会想组建政府的一方一定会要求较小的政党支持他们，像现在的 GPS 他们想扮演的就是要替代 GPS 在联邦政府要替代这个 GPS 政府。如果一个县府议会 BBK 如果赢得席位，就可以成为造王者，要求许多事情，包括萨罗月独立的条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英文版的，英文版今天 Bonnet Post 登出来。